哎，声音小了，又来，搞破坏的。再说，哎，看跳河也不会。什么变坏？对，这个拍是跟谁的？上海金刚文，它也是女版的。我们对，怎么说呢？它是古典舞。杨秀儿，这个西西，这个女的不是是谁？短袖那个，年龄比较大一点。走了，可以是吗？也走了。哦，像斯拉姆吗？那斯拉姆。指望拉姆吗？拉姆来了。对啊，只有你一个吗？他在啊，他。哪个位置没看到呢？身上啊，他衣服颜色不一样，啊、是不是衣服不一样？衣服是现在的。哦，就是说，我说只有一个，我以为你们今天晚上不来了。对，我们昨天晚上没来。昨天没有。对。速效加油，他腰有点粗而已，他说的。杨秀儿带，就是杨秀儿带跳，他没穿队服啊，没穿队服他在旁边跳。他们要求是穿队服才能在一起，没穿队服就在后面站。对，开学和我们都一般都在一起。对，本来跟我们老师也差不多。他在成都过去几个月吧，他本来就会天天都来吗？对啊，现在天天都在。咦，两个月吧，两个月吧。我这个手机拍，那个带横着的不要拍。他不能进去啊。算了，我就他维持秩序嘛，他都是轮班，每个人都进来的嘛。我不是和这个东西吃饭的。对。你呢？你是不是和这个东西吃饭？我抱狗狗，你怎么天天把他抱起来？我说他要每天晚上不是出来遛狗吗？就要陪他吗？哦，他要老是吧？对，孩子家做作业嘛，做作业嘛，监督那些。晚上我一般九点半都才回去。你这个是不是直播的？这个有直播。你有直播？对，有直播。对，声音调小了，警察刚刚走了。有事情我要赔两张，我就走了。佣金没来。佣金没来，实在是赔。这我是这边他不太感兴趣了，我陪另外那个叫做雍正。雍正对。雍正陪的不错。雍正的他陪的也不错。还有翁母呢。雍正还有。这里面有三个小女孩，一个小女孩，还有一个小孩妹呢。哦。还有个小孩妹呢。是。就为了个小女孩。是几岁？啊？阿松取成吗？是小朋友没啊？就是小朋友啊？是小朋友？是小朋友啊？来，就是一个小卓玛，八岁到十岁嘛。哦，一个小卓玛，一个小蛋，小卓玛那个卓玛不是他的名字啊？我知道，就是小朋友统称的，统称的，对。啊，对。这有个叫管松取真的小朋友，叫什么卓？我记得他个那个雍吉跟我说了一下叫什么卓，但是我就记不住了。他小女孩都统称的是小卓玛。我就拍你了，拍你他就不说我啊，对不对啊？拍你，拍狗狗。好了，前面啊，给他们拍。哦，对，看吧，还有衣服，是这个，
他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妈妈，另外一个姐姐那是搞不清楚那是姐姐还是妹妹，那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有穿过衣服颜色分别，两个在一起的话双胞胎嘛。一般看吧都要放三到四次左右，他们对啊，双胞胎啊，对啊，一个黑色衣服，一个红色的，哈哈，哎呀，好可爱，这个拍掌要拍三到四次左右。本来就说嘛，这样所以这边在登记啊，就是这个场所你用的话它是不收费的，要登记一下，然后这边有三个负责人吧，有一个还没去签字的，不知道是拥挤还是扎西还是商务，不知道有一个人没去，现在在社区的通知上面备案了，那些他不会管，加一点加水，那个水多少现在一几件几件了？